什么课是从来没有上过的呢？在这里，我们有一群史上最正的美少女班级，以及最酷的班导师黑人。此外，我们每天还会安排一位帅哥助教，一同来学习学校没有教过的事。同学们，你准备好上课了吗？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今天戴这个眼镜有没有觉得很像变态的伯伯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哎，你把眼镜拿下来。你把眼镜拿下来，装一下。忍着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哎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可以唱一下。今天上课不要再讲话了哦，可以上课哦。会不会唱周杰伦的歌？快点，周杰伦，好好好，嘿。哎，好，上课。他要用这种尴尬掩饰他歌声的不足，是不是？我讲，哎，杰伦我也很熟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弄。真的哦，大家都蛮熟的。对，可不可爱？可爱。他是本单位 Channel V 主打的主持人之一啦，再次给他掌声鼓励。小江，目前感情状况如何 ？OK OK， 非常非常的好。你不要再学周董。有女朋友了吗？真的有女朋友啊？你现在都挺大方的哦。你女朋友该不会陆佳怡吧？我这还会讲，因为喜不喜欢陆佳怡姐姐？小米姐姐对我来说是那个女神，所以我不太能够称赞。怎么说女神？因为她是哦，她对我来说啊，女神不是女神。你喜欢熟女了吗？哎呦，超爱的，那种 OL 啊，原来就是那种。所以你看陆佳怡现在感情状况这样，你有趁虚而入的感觉还不错。想要吗？可是我怕会被打。哪怕什么？哎，你也弄一个脆球哎，我来讲。我不敢。陆佳怡就喜欢那种萌的感觉，我跟你讲。然后还再把头发剪短一点。你会有想过吗？跟陆佳怡来一段？不太敢吧。有想，可是不太会去做这种事情。就大家都会难免会想一下，可是不太去做这种事情。所以我可能会想说，国外的谁谁谁很正，你想跟他来一下，可是来来来一下就是。等一下，你说来一下是什么意思？谈一下感情那种。哦，说这个哎、欸，来一下干嘛干嘛？轻松的来一下。对对对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谁想当大明星？有人累了，大雅累了是吧？谁想当大明星？那今天谁准备了特殊才艺？我湘君。湘君呢？湘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？冷笑话。哎，冷笑话，笑话哈，冷笑话，可以开始吗？好。好啊。就是熊猫很爱小鹿啊，有一天熊猫就跟小鹿说：“嫁给我吧。”可是小鹿就拒绝熊猫，熊猫就很疑惑说：“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”然后小鹿就很害怕说：“因为我妈说戴墨镜人都是流氓。”可爱可爱可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瞎吗？很可爱的啊，没有，我觉得他是多加一点那种演的成分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小龙汤包的笑话？有吗？有的不要过掉了吧。小龙汤包为什么会烫到背？没有听过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解释一下，小龙汤包从头到尾要讲。小龙汤包，哇哇，很烫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咬一口，
汤就流下来啊，然后那你要去舔嘛，自然反应一舔，哦，就烫到背啊，我到后面去。将军反击，反击！小猪每次都跑步都跑最后一名，然后老师就很生气地问说：“为什么你每次跑步都最后一名？”就小猪说：“因为我爸爸说我只能买慢跑鞋。”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姜为什么要切成四片？哎，你好多笑话，你哪里来的啊？姜为什么要切成四片？姜，好厉害！谢谢将军，谢谢。哇哎，这个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妹妹了。笑话有进步的空间。助教快抽筋了。好嘞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最喜欢跟男朋友在约会的时候做什么事情？Vicky， 你年纪小，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有7个男朋友的经验。你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跟男朋友首先就是算塔罗牌。啊？算什么？塔罗牌。有吗？你有一起算过吗？有啊。准不准？我觉得还蛮准的。那你会很在乎，比如说他讲说你们不会有好结果，你会相信吗？其实随便的。随便。那塔罗牌是一个，还有谁有？来，那个我喜欢跟男朋友去大安森林公园，然后躺在那边看星星。晚上吗？对，可是每次都被蚊子咬得很痛。这种很不浪漫，煞风景，蚊子都煞风景。对、啊。更夸张的是，我也常去大安森林公园，因为我住附近嘛。更夸张的是，有黄金猎犬会从你身上跳过去。看好好的有没有？突然间跳过去，哇！有个狮子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情侣的不同的地方。如果今天是我跟 Annie 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，然后有蚊子就这样，哎，有蚊子，我们赶紧走啊，赶紧餐厅啊。那如果是情侣呢，就是这样，有蚊子，哎呀，坏，蚊子坏，我帮你笑一笑。有吗？有这种？这就是情侣，这就是情侣。不过今天呢，就刚好请到跟男朋友。这个地点，约会地点，还有你们要做所做的事情呢，息息相关的老师可以帮你们指导一下。好，我们欢迎今天老师原味觉醒。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想先请问原味觉醒的。哇，他们喜欢哪类型的女孩子？就我们在20个里面挑一个。你好像蛮急的哦。他有，赶紧就丢。他刚刚我还没点他、哦，他就哎，你们喜欢哪？想他了，跟那个哈利波特里面妙丽这样。哎，你我。妙丽啊，还喜欢哪一型的？这里面挑啊，我讲我喜欢类型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讲喜欢类型。我喜欢皮肤比较黑的。哎呦，然后健康。哎呀！谁？张大侠。我也听过这样，你不是蛮爱的？蛮爱的。蛮爱的。我吓了一跳，你喜欢运动型的？对。为什么？健康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黑的，然后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也是喜欢运动的，然后也要黑黑皮肤，这样要不要漂亮？一定要，一定要。里面好像大雅还不是我们班班长，你看一下，也有感觉哦，有吗？嗯，大雅，公开的房间，对啊，没有。